喂，您好啊。这两件已经给您包好了。一共多少钱？一共22,200。上吧。小姐，您密码不正确。密码不正确？刚刚不是才刷过吗？是，要不您再确认一下。你稍等，我打个电话。喂，白同庆，你这卡的额度到底是多少？怎么老是显示密码不正确啊？我把密码改了。你干嘛呀你？陈小雷，你如果留在国内是为了疼疼我，没有问题。但是你逛街买东西，请你花自己的钱，我不是提款机。薛姐，你最近忙什么呢？哎呀，这个下一季的活动啊，马上就开始了。你知道，这是个恋爱的季节呀，是吧？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型的活动，什么相亲会呀、游园会呀、父母见面会呀，哎呀，总之就是特别的忙。忙是好事儿啊。你那要是有什么需要合作的，你尽管吱声。我现在不是刚当上这个代理 CEO 吗？现在是公司的创意部、媒介部、活动部、客户部，大大小小的事儿我都得顾着。你看啊，咱们上次那个活动，就那个叫大力水手吧，表现就不太好。我们也没说什么，是吧？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公司能力还是可以的，还是想跟你们长期的合作。只是这个价格嘛，你看，价格肯定给你按最低呀。我就喜欢你这点，爽快，是吧？那必须的。你看，现在呢，是商品社会，讲究什么呀？讲究的是互惠互利。你放心啊，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个高富帅老公，怎么样啊？哎呀，薛姐，你这是开我玩笑呢吧？我才没开玩笑呢，喜欢你管呢。我觉得怎么也得80。1.80米，行。哎呀，资产80。啊，好说好说好说，还需要什么呀？说的越仔细越好啊，我一定可以给你找到的。觉得资产80，身高1.80米，长相嘛，其实顺眼就行，身材要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还得有气质，气场也得 hold 得住。女人嘛，其实我觉得离没离过婚，真的是无所谓。最好是有点文化底蕴，一定要有让我非常崇拜的地方。七姨他妈呢？啊？七姨，他的妈来了。是吗？我来了。拿给他吧。去死吧！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都还好吗？很好啊。物归原主。我爸长成了。
小夏，哎，你说你这孩子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爸黑到街上去接你啊？爸，我都多大了，回来还用跟您打招呼啊？再说了，您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也找不着您啊。嘿，你这说什么话？再忙也没你重要啊。怎么样，这趟出去那么久，想明白了没有？什么想明白没有？ 我可都听说了啊！你这一回来就往那PAG跑啊，是不是又去找张红去了？我可不是去看他的，我就是去公司打一招呼啊！我得告诉他们，北小姐怀孕不规了。说到这事儿，我倒要问你啊，那高银海的规划项目都已经完成差不多了，剩下来的就是工程项目。 那照理讲，你应该从PAG里面撤出去。那你到现在还待在 PAG， 这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吧？我没打算离开 PAG。给我个理由。理由？嗯。理由您给我就行了呀。您再跟他们合作一个项目就好了。反正我就是要留在 PAG。 看样子，你还是放不下张红星啊，爸爸。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自己心里有数。哎呀，老大，你听说了吗？这贝卡跟陆明谈恋爱呢，俩人这回要开夫妻店了。你不知道他生活不检点吗？ 我说他不检点都是好兄弟，这打听打听，挨着孙子就跟个畜生一样，花边新闻就没断过。那威卡还跟他好？威卡一次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谈过，这陆明哪有他不很简单？得了，反正我是死定了，连个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还正好啊，我跟各位宣布一下，明天开始。 我要去找新的工作，我要开始新的生活。能不能有点正能量，啊？就知道说别人不好。丽卡既然那么好拿下的话，你在 PAG 这么久，你怎么没把丽卡拿下？我告诉你啊，人是命令没有下来以前，你还是我的助理。听着，别一天到晚自己吓唬自己。责任界站得做好了，大功一件。 都是他叫你回来，我呢敲敲边鼓，保你没事。嗯，来，真的。嗯，那我谢谢二位哥哥了啊。哎，说到自然界，石红光现在连你都不见了，你不是忙得抽不开身？是不是蒙我？你找借口，躲我呗。 不应该啊！这个项目是他主动跟我接触的，按理说他的态度应该很积极啊，为什么就变了？所以说有小果啊！挨着温丽丽，指不定憋什么大招了。石总。 非常感谢你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我这儿来啊！陆总不必客气啊，圈子不大都是朋友。听说你们华盛对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实不相瞒，我们其实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 而且我们还做了非常细致的调研。那你已经做过研究了，你应该也知道，这个项目我们一直是跟 PAG 合作的。这个我们当然清楚，但是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比 PAG 做得更好。是吗？说说看。通过这一个季度的合作啊
PAG 对您和自然界的需求已经非常了解，那难免会因为想要维持住一个小小的平稳而趋于保守甚至是懈怠，而我们华盛是第一次与您合作，相比较而言我们会更加的锐意进取，也会给自然界带来更新鲜的潮流，而我相信石总您看中的一定是更好的想法，而不仅仅是保持而已。还有呢？还有就是我可以向您保证 PAG 所有的媒介资源我们也都能拿。副总，你的话很有说服力啊。我现在对你这个人也很感兴趣。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我最看重的还是这次投标的策划方案，谁做得好这个项目就是谁的啊！褒贬是买主，我不会偏向任何人的。陈队长，处长，妈，我给你洗的提子，你多吃点水果啊。哟，你这个扫帚不拿衣服不洗炒菜也不知道洗锅的人怎么突然给我弄水果吃了？哎呀妈，那时候我不是年轻天天在歌舞团里训练累的吗？您放心，我以后一定时时刻刻盯着家里的家务替您分担啊。而且了妈，您生日是哪天啊？五零年腊月23，你要干嘛？我不是觉着在这住这么久挺麻烦您的吗？要好好给您准备个生日礼物。还有大半年呢，你可别说你要住到那个时候啊。啊，不不不，我就算回了美国不是还可以把礼物给您寄回来吗？哎呦，彤彤爷爷是哪天？43年7月1号。哎，陈小林，你今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跟红星认识这么久从来没关心过我呀。哎呦妈，您可别想多了，我不是觉得咱俩这样聊聊天增进一下感情吗？行，您接着看，我不打扰你了啊，你吃水果啊。疯疯癫癫的。不是跟你说了吗？别这么叫我，我没什么关系。这么多年您都叫习惯了，我真改不了。随你便吧。哎，彤彤的爷爷的忌日是哪天来？4月8号，怎么了？得有3年了吧？哎呦，你这几天老问我这些，你什么意思啊？要给我们家写家谱啊？哪有，就想起来问问。啊，我看看那水开了没啊。这不着调。跟谁结婚了呀？我跟你说，奶奶，他这个叫开放式，让你自己琢磨去。你看看，我们付钱看网剧，还有我们自己猜结尾。
你干嘛呀你？奶奶，我跟你说啊，这网剧在中国比美国强多了，一天能播好几集呢。可你为什么哭呀？哭那么伤心？最近啊，泪点有点低嘛，啊，是不是真的不舒服了？哎呀，我没事，我真没事。哎呦，看你。彤彤，那看不见。哎，有什么话干嘛不在这儿说呀？哦，妈，我跟彤彤要去说点美国的事儿，这就不麻烦您操心了啊，您慢慢看啊。美国的事儿，弄得家里像联合国一样。走，干嘛呀？彤彤，我决定了要跟你爸爸尽快复婚。Mom, I'm on your side. 你光口头支持可不行，你也看到了，你爸爸现在看你们跟看见鬼似的，根本没有办法交流。关键你们俩这误会太深了，谁没点过去啊？我现在不是改了吗？再说了，我这么做为什么？还不是让他能关注我？可他连正眼都不瞧我呀。琳达，妈妈现在只能靠你了啊！放心吧，妈，包在我身上。Any ideas? Of course. 妈，回来了。回来了。彤彤呢？嗨，母女俩在房间商量事儿，说是商量点美国的事儿。什么美国的事儿？那谁知道啊？也许要商量总统大选投票给谁吧。妈，要我说呀。咱们直接摊牌吧，摊牌会不会太直接了？不试试怎么知道呀？走。哎，你比我还急呀！哎，回来了吧？那个，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去。特别重要的事儿啊？你妈要回美国啦？啊。那这样，我们明天去送你。哦，我现在就去拿行李。哎，我没说要回去啊。啊，那还有什么重要的